我哋而家再嚟多次，再唱多次。但系你哋系咪食紧饭啊？系啊，好啦，咁我啲女食紧饭咧，嗰个感觉亦都有唔同噶啦。咁而家咧就系、是、喺，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唱歌喺出边表演咧，就希望紧系次次唱到同一个质素啊，好似练咗背咗咁。但系去医身体咧，其实唔系，系要用音乐咧。是要唱出你的感觉，那一下里面的感觉是怎样唱出来咯，然后摆落个首歌里面，就不是次次呢好像入去录音室这样录到一模一样这样，刚刚调翻转添。那你睇啲 study， 你睇啲人嗰啲反应呢，喺佢哋入咗老人院啊，唔同嘅地方呢，用声音用唱歌可以点样医治身体，里面有啲 study 摆出嚟嘅。咁啊，又再多次月半小夜曲啦。仍然依在失眠夜，望天边星宿，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。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？这晚以后音讯隔绝，人如天上的明月，是不可拥有。情如曲过只遗留，无可挽救再分别。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？这晚夜没有吻别，仍在说永久，想不到是藉口，从未意胡要分手。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，他知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，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。我的牵挂，我的渴望，直至以后。系啦，咁呢个就系喺嗰个情况里边，我个感觉嗰下里边就摆落个首歌咯，亦都。唔可以翻翻去 version one， 我都唔記得咗 version one 係點啊！嗱，譬如啲女打黐啊，佢食緊飯啊，佢有啲反應啊，可能會望咗過去。我諗緊我身體嗰啲細胞，我唱緊俾啲細胞聽，但我仍然都聽到出邊一啲聲音，亦都可能喺某個情況，我唔可以完全入曬個身體裏邊，又有唔同嘅感覺。其實 it's okay。就是你而家唔係唱出去去表演，跟住然之後睇下賣到幾多隻唱碟，即以前唱碟啦，唔係嗰個意思，唔係咁，係要喺嗰首歌無論邊個位入嗰下裏邊有咩感覺，跟住試下喺唔同個 phrase 裏邊可以入落去。仍在说永久，想不到是藉口，从未意会要分手。
手，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，他知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，提琴独奏，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，我的牵挂，我的渴望，直至以后。嗱，呢一段又同之前嗰段又有少少唔同，系因为嗰个感觉就啱啱个女打人黑痴，我会望过去睇下佢，跟住又再入翻个身体里边，又再唱翻，系次次都会唔同，因为咁先够天然，同埋咁先够真。